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又翻到《Pokémon 非洲版》嘅第三集。啊，上次咧讲到咧，我哋打到嚟呢个华南动物馆啦，但系咧发现咧打唔赢啊，就算系小猫定系馆主，咁所以咧我就捉过少少精灵嘅，系啦。咁包括就系身上有呢个小拉达同埋呢个阿帕蛇嘅。好，咁喺呢度咧就顺便解释下啦，点解要用呢两只精灵嘅？咁阿帕蛇咧主要就系因为咧靠佢嘅特性威吓啦，嚟到降低对手嘅物理攻击啊。咁因为數值差亦都唔会咧做呢一个嘅主力嘅输出嘅。咁而另一只咧，一只咧就系一个无敌特性毅力啊。喺呢个非洲版入面咧，可以利用呢一个 100% 异常状态咧，触发 1.5 倍嘅攻击啊，亦都有呢一个最强嘅技能先制电光石火啊，就算一发打唔死咧，都可以造成少量嘅伤害啊。咁依家咧，我就想试下打呢个劲敌睇睇情况先系啦。好，咁首先将阿帕蛇放喺头颅先，因为咧我哋要利用佢嗰个嘅威吓特性。OK 嚟啦，我先试一试个效果如何。OK， 先嚟个威吓先，呢度我哋直接送咗咧，直接送咗去用灯眼飞沙脚 ，OK， 即刻慢咗，一个电光石火即刻收工。跟住我哋派火空龙喺呢度，我哋火花电光石火啊，哇，都扣21喎、我过去咁多咧都扣我21。我哋嗱佢速度上我快啲嘅，因为佢冇用电光石火。车你龟第二只，我哋出只马骝啦，先用我手刀先啦呢度。OK， 快过去嘅，扣得好少啊！缩壳加防，我哋用手刀啦，都系，已经扣好少啦。再缩壳，再手刀，哇！一个水枪即刻收个功。呢度我谂我用火好似好啲啊，火好似痛啲啊，火啦。哦，唔系水枪系嘛？唉，完咗，停，一个水枪即刻收个功啊！OK， 我哋有老鼠仔，有冇机会赢？好似都系要输喎。有冇机会啊？瞬间移动。OK， 系咪赢啦？哇，仲哦，死啦呢只。哎呀，停！佢竟然有只咁嘅嘢喺后面，仲要识电光石火，哇！咁点打？唔通马骝要留佢打？哇！咁好难打喎、呢个位。电光石火，定呢个火龙直接烧佢咧？你 OK 喎，直接烧佢掂。车龟就用马骝，用马骝啦，都系马骝啦。呢度手刀嘅先，水枪 OK， 跟住用乜嘢？电光石火，我哋有机会嘅今次，因为我哋打咗佢少少血。呢、這个位置我哋用利爪应该会打死佢嘅，冇错。跟住下一只就接火花，我觉得我应该赢到佢嘅呢只，佢打唔系好痛嘅。哎呀 ，OK， 赢到啦。去咗正辉一趟，叫我咧俾佢，叫佢俾我睇咧稀有嘅精灵，另外土甲咧有好多新嘢。啊，系啦，睇到你咧总系咧唔声唔声跟喺后面，真心嘅，送个少少礼物俾你，名人查阅机，呢个系应该系嗰个战斗记录机系嘛？即系应该可以 check 翻嗰啲训练家边啲打得，咁依家咧我哋就可以行上去上面嗰条道路啦。OK， 最后一个啦，加入呢个火箭兵团啊！好，如果中毒 ，OK， 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咧，我哋终于嚟到正辉屋企。依家咧我哋将佢变翻做一只精灵先。然之后咧，我攞船飞之后咧，我哋可以继续去挑战华南道馆啦，系啦。好，咁我哋开始啦。上次我记得第一个嘅训练家系打密海马嘅，咁我哋用马骝先啦，用后怪打先。呢个用手刀啦，啊，我哋快啲嘅 ，OK。好，打到一半，烟幕 OK 可以换重啦，即刻换做阿帕蛇啦，呢度系冇所谓啦。呢度灯眼啦 ，OK。纯粹只系用嚟换一换呢一个嘅状态啫，哇，唔系啊嘛 ，OK， 冇中到，唔系冇用到烟雾。大蚀背我哋用火龙啦，应该火花可以烧到痛嘅 ，OK， 非常之痛啊，缩壳掂啊，咁就掂。好啦，之后咧我哋就去挑战下一个啦。毒个金鱼，我应该快啲啊嘛，对面快啲，但系摇尾巴好。水之油 OK， 哇，
哇，好痛啊！招混乱，一嘢打死自己嗰招混乱，黐线！哇，唔系话咁都唔死。OK， 我哋而家残残地血，不过我都想睇一睇呢个小霞系用啲咩阵容嘅。好啦，你系新人系嘛？你修复同埋训练精灵会唔会有战术？我嘅战术就系用水系精灵全力猛攻。OK， 你海星星第一只已经系海星星，我应该系唔会救佢快嘅。啊，水之波动死咗。咁我哋用小拉达啦吓，跟住用呢个电光石火，有冇机会打痛啲？可惜啊，打得唔系好痛，咁应该水波死咗啦。啊，水波死咗。呢、這个位如果用利爪好似唔系好痛噶，不过火花好似都唔同，我哋利爪啦试下。嗱、啊，我哋快啲嘅火恐龙 ，OK 嘅其实，但系水波龙已经死咗，冇错，死了。有啲麻烦佢呢个暴击，但系今次我哋全满血嘅状态，睇下有冇机会打到佢只海星星，收走一只海星星先。呢度我哋用手刀啦，继续。水波应该未必死啊，话四十血，哇，直接秒咗，好痛啊！招水波很难搞。哎，开错几点钟？咁啊死得啦！火花佢差唔多，哇呀，仲要混乱。头先有冇混乱啊？啊，唔系啊，头先一嚟咧系直接死咗，所以睇唔到有冇混乱。一混乱呢个又的确有少少麻烦，要谂一谂啲战术先可以打得赢佢。当然啦，所谓嘅战术咧就系咧尽快下一只嘅哥达啊，能力值上咧就唔会话争好远啊。咁但系咧加咗少少能力咧都系有呢一个用途嘅。咁最后可招鬼面啊，咁但系呢招鬼面咧由于90命中啊，所以咧基本上就毫无用途噶啦。好，翻到嚟啦，我哋依家即刻挑战下呢个华南道馆啊！咁依家咧，我身上就有呢个终极秘密武器嘅，就系呢一个嘅大老鼠哥达啊！咁佢而家咧就系呢个中毒状态，咁所以咧就已经系触发咗佢嘅特性毅力啊！喺异常状态下物攻提升 ，OK 嚟电光石火，very good 啊！呢个伤害硬斑斑啊，已经硬唔切啦！你电光石火一下应该可以收走嘅。冇错，收走呢个海星星啊！呢、這个位之后就系补上海星嘅回合啦。呢度我哋再用电光石火，喂，超硬正！哎呀，水之波动，咁应该死啦，系死咗。问题不大啊，我哋用火恐龙啦。OK， 我哋用火恐龙之后用火花，冇得拣啊！你仔应该好低伤，火花都好低伤。哇，自我再生！哇，超低伤喎呢个 ，Oh my god！ 我哋嘅秘密武器，我哋嘅秘密武器瞬间倒台 ，Oh my god！ 哇，好难打呢、這个喺呢个版入面。好，经过思考底下咧，我决定咧先跳过呢个华南道馆先，应该可以进行下一个剧情先嘅，系啦，系咪呢个啊？哦，系啊，呢个嘅火箭兵团偷嘢嘅呢个剧情啊。咁佢係用腕力，我哋用阿帕蛇先啦。係啦，我呢就捉咗隻行路草，咁但係其实冇乜用途。因为只要我唔升呢，其实就毫无用途啊，可以话係。哇，佢呢个下踢，佢呢个手刀会唔会太痛？哦，我用火龙烧佢啦。呢隻都火化啦。哇呀，念力啊。好。我等佢打死我哋啦。之后我哋换咗火龙。但系嗰啲只系用嚟替身用嘅啫，其实将我偷嘅技能拎出嚟，咩技嚟噶？有冇机会救到我？冇，掘地道，完全冇用途啊！啊，顺便俾大家睇下咧，我身上嘅技能盒咧，其实好多技能冇用嘅，包括系呢一个嘅岩石风啦，嗱，跟住咩迷人啦，应该都系冇乜用嘅，又系啲斋睇嘅技能啦。好，呢度会有啲咩咧？嗱，15呢嘅喇叭牙啦，但我哋有啦。我只叫你啊，我只13咧，不过其实分别不大，因为都系一下死。有喵喵怪，好，可唔可以穿过去啊？可以喎，咁 OK 啊，喺度呢个位可唔可以升到你啊？呢个位，如果可以嘅话，我想试下捉个地鼠啊。地鼠应该真系需要，虽然地鼠打呢一个宝石海星应该冇任何作用啊。马骝，超音波，恐龙。哇顶啊！一个麻痹，一个瞓觉，
一个混乱，黐线，黐线，黐线，点搞啊？哇，又混乱又瞓觉。喂，大镬啦！佢唔打人喎，佢咁喺度开呢啲技。诶，呢个可以嘅，应该。佢一定系打三弯战技，哦，真系中晒伏啊！哎呀，顶个麻痹！哇，冇啦，输啦要。因为系咪唔够佢快啊？佢嗰只火空龙，我呢一系试下，我哋试下用个解麻药解一解小火龙，睇佢喐唔喐得切。可唔可以喐到啊？喐到 ，OK。哎，得啦，要食药先打到咯，因为头先咧佢一麻痹第一个，我一转重嗰下咧，佢就即刻用呢啲状态技，应该赢到嘅，应该呢个位应该赢到。哇！必杀门啊！好，我哋继续通过翻呢条路先吓，因为呢条路我觉得应该可以升下呢嘅用嚟波波啊！哇，顶啊！飞沙脚恐龙猎暴风 OK 冇问题。轻松啊，有机会火空龙进埋化做喷火龙啊，有机会。廿二咧，哇，争啲输。OK， 亦都冇进化依家。OK， 嚟到枯叶镇咧，正常嚟讲佢应该要上圣安老号嘅，但我哋而家上唔上得噶？我可以入去嘅，依家系嘛？应该可以入去系嘛？哦，系可以入去喎，咁我哋要唔要入去住？定还是我哋去地洞先？地鼠洞 ，OK， 地鼠洞捉只地鼠先，系啦，我哋撞一只三头地鼠，诶，即刻出咗嚟，29咧，我都惊唔够打，其实29，哇，疯狂乱斩，我顶，疯狂乱斩系打五下每下爆击啊，有点过分喎呢个，火花应该未必死啊。系未死，应该要打多下。我掘地死啦，掘地又掘地死咗。哇，好痛佢招泥汤，会太痛。毒针，定我哋试下抌下精灵球，应该未必得。OK， 我哋再次遇到一只29呢，系三头地鼠啊，睇下有冇机会捉到今次。流沙地獄今次有机会嘅都 ，OK， 应该要死啦，系要死呢度。阿帕蛇先呢度，跟住捆绑 ，OK， 捆绑唔到。火空龙嘅利爪，直接五下死咗利爪，唔系啊嘛？有冇咁难捉啊？三头地鼠，31咧呢一种。三下咧都可以试试火花 ，OK， 刚刚好啊！呢度我哋可以喺呢个位 save 嘅，可以抌佢 ，OK，SL 大化应该捉到啩？我同佢都系三下咧，应该得啩 ？OK， 成功捉到呢个三头地鼠31咧，应该就冇乜难度嘅，打其他关卡嘅话。咁行路草可以放低啦，喇叭牙都可以放低啦。啊，唔系，第一隻咧，我哋带喇叭牙。我觉得喇叭牙应该 OK 啲，不过其实两隻都麻麻地嘅，两隻都麻麻地。哇，属性好叻，哇固执啊 ！Oh my god， 呢个性格超劲。但系得几多招技有用啊？喂，得两招技有用噶，其余嗰两招都唔会用。不过唔紧要啊，我哋有加到速，其实应该都冇问题嘅。我一定要相信我哋嘅三头地鼠兄弟啊！打雷系都系非常之需要佢，因为我谂过，如果穿山王咧唔系唔得嘅，但系咧都系要自己升咧，太麻烦啦，实在。所以咧，我哋决定要用啲现有嘅精灵，就系三头地鼠过关神宠啊，绝对系。OK， 我哋嚟啦，一嚟就用老鼠仔先，老鼠仔嘅电光石火 ，OK， 硬斑斑，点啊？呢、這个时候咧，我哋就用三头地鼠先啦，嚟就唔用掘地洞。冇错，我哋三地鼠要快啲，因为足足高过10咧，应该冇问题嘅。掂一发死咗都唔紧要啊。呢度我哋派老鼠仔先，之后再用电光石火。有冇机会一下收走？厉害！
好，咁啊收走咗啦，非常之好啊！呢只老鼠都系必要噶，我觉得，因为佢嗰个状态异常状态加工其实真系好有用，面对住一啲咩加咩中毒啊嗰啲啊，或者系啦，应该系得中毒啫，因为麻痹佢喐唔到嘅，所以得中毒情况下。好啦，咁下个剧情咧，应该系去到呢个圣安老号度拎呢一个一字斩，同埋打呢个劲敌嘅。咁但系咧，今集时间就嚟到呢度先，我哋下集再继续呢一个非洲版火红嘅剧情，系咁先，各位，拜拜。